So when negativity surrounds, I know someday it'll turn around. Because all my life I've been waiting for, I've been praying for the people to say.开始经历历时半小时的盘山公路。现在对面都没有什么车，而且我们是在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间往山上走，要是晚上的话就比较担心这种路了。前方经过连续弯道。不过有了上一次在云南晚上8点多就是开那种盘山公路的经验的话，这种可能也不算什么了吧。35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哇塞，还有山连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.1公里。果然是在山顶的，没有低头的。车停在了村口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民宿，就是戴家山8号。我们是住在1楼的一个内景房，外面就是一个院子。我等会儿，旁边就是先锋书店，等会儿我要过去逛一下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溪。我们是定了6点钟吃晚饭，它应该还有一个泳池，应该在楼上，到时候看一眼。收拾妥当，我现在就去逛一逛网红图书馆。这是第一家在海拔800米的山顶上建的先锋图书馆，和图书馆一起旁边还有一家云溪先锋咖啡馆，所以你可以点上一杯咖啡，然后在图书馆里待上那么一整天，看一两本书。从图书馆出来，我们打算在旁边的小溪边逛一逛，然后去看看前面的，就是山前的一些种的一些瓜果蔬菜。
还有是红色。就那个酒店的啊，酒店的游泳池。你家酒店？就我们那个酒店的啊，它不是前面都是他家的吗？嗯，那边是泳池，酒店的无边泳池，我们可以去游泳的。这里有一个大冬瓜，好大，栗子，还有那个。这是毛栗，这棵树好大一棵树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不知道，这个是栗子吗？毛栗子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一棵小柿子树，这边都已经结了柿子了，这边特别漂亮。我们明天早上再来吧，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饭了。啊？快点！之前在这边有一个虫子要咬我。管家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晚餐，这些晚餐都是要提前一天预定的。因为山上的话，食材的话也是有限，他们要提前准备。这里的晚餐它是按人头来算的，就是如果是两个人，就是一人一百。鱼我们吃光了，这个里面都是老的，吃不动的。这个菜很好，很新鲜，都是本地种的应该。还有这个番茄汤。都已经被我喝光了，就是觉得菜的分量有点大，两个人吃不完，如果能少做一点就不会那么浪费了。吃完饭天还亮着，我们打算散个步消消食。戴家山这里是一个少数民族畲族的一个古村落，那么这里还保留着非常传统的一些建筑。没有拍在本呀，跟你，那全是这个。嗨，美女，怎么了？
哇，再往上走。看上去家家户户的旅馆都有一个泳池，但是这个泳池特别脏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那个山，哇，到了这个顶上了。这个也不同的景色。天越来越黑了，我们打算回去了，明天一早再见吧，拜拜。